神特晚安，玉人晚安，冥魂晚安，玉米帅哥，一拳超人晚安，小易晚安，一拳要你命，小丽有一窗暗红，是阴红还是什么？晚安，谢谢分享，晚安，辣哥晚安，加速者晚安，1103晚安。我刚到家，我刚到家，外面很冷。七夜晚安，乐可晚安，胖夜晚安，七夜晚安，哈利晚安，哈利晚安，维林晚安。没有，这是我的晚餐，青江菜，很像很累，每天都很累，没有啊，还好，就是因为搭车比较。比较累，而且有时候没有位置就一直站着。志同晚安，他爸妈晚安，谢谢零零三推小香，欢迎一凡，欢迎，请慢用，天天欢迎，毛巾哥欢迎，浩宇欢迎，西野欢迎，愿愿无愿游欢迎，晚安，一凡晚安 ，Hello 卡波猫 ，Hello 死狼 ，Hello 谢谢洛可的粉玫瑰。感觉真的感觉累累的，有吗？是我头发不是狼狈吧？因为我刚刚赶回来，而且今天外面又下雨，乱头发都会乱七八糟。巧霜欢迎，阿哲欢迎，景庸欢迎，通谋欢迎。可能就最近我不怎么喜欢讲话，我觉得啦，我自己就是在走路，就是不喜欢讲话。志宏晚安。佛山没一个能打，欢迎波波波，你会吗？晚安。哎，这个发型蛮美的，谢谢 Luck。要练习就不用运动了，北齐，什么意思？但我就习惯每天运动了，现在已经变成习惯了。嘻哈老哥欢迎 Luck 来，欢迎笑笑，欢迎神推西险的枫叶，人哥欢迎。7J103欢迎，天翔欢迎，玉人谢谢你说我可爱，瑞瑞欢迎，眼神眼神怎么了？志宏欢迎 ，Hello 晴天 ，LKK 欢迎 ，L 欢迎，这不就跟不会啊？我反而运动的时候跟跳舞的时候很有精神，只是就是搭车的时候会没有精神。谢谢笑笑，你们一直听到我在吃菜。佩轩欢迎。有吗？很累吗？不然不玩。裴萱萱吃饭了吗？苏云欢迎，少爷欢迎。你们今天晚餐吃什么？谢谢粉丸子温收率，我被吻了。少爷谢谢你的红玫瑰，枫叶。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少爷欢迎。哎，老师选的玫瑰，红色的哦。耳边吃菜赞赞，心疼个一秒，一秒而已吗？好吧。安娜比欢迎，冷史风欢迎，吃泡面骗你爱哦。讲到你吃泡面，我好久没吃了。少爷为什么分享？南方一族欢迎，六班欢迎。对，今天绑公主头。喜欢吗，佩轩？你喜欢我就每天吧。因为我放假，我头发超厚，短发，很热，那时候就很热，就把它绑起来。小鹏欢迎，鳄鱼欢迎。对，没错，是白色的。很好看，妮妮欢迎。但后悔了，你的爱太甜。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牙树欢迎，佩轩好，主要是你我都喜欢。我怎么被告白了呢？甜甜的被告白。猜和我喝什么？你们猜我喝什么？嘉恒晚安，回回晚安，夫妇猫晚安，你的肉也买了，你买多少？很贵耶，
我其实这个已经想了两三年了，从它红的时候我就一直想买，可是买东西是需要存钱的。双眼欢迎期待阿丽的八月生写真，不要太大的期待，受欢迎。嗨嗨，风风，不是牛奶，也不是咖啡，不是奶茶，都不是。猜猜猜猜猜，手节欢迎，易欢迎，金米粥欢迎。好的，我去下单，好贵的单，要存钱哦。T R R Y， 我买东西绝对都是用先存钱才买，我会先看好，然后之后我一定会买，因为但是要存钱才能买。我家人不会给我这么多钱买这种，他们只会帮我买这必需用品，但这些比较贵的东西都是要自己买的。金米粥人的掌声鼓励，一一欢迎 YU 欢迎金米粥人的掌声鼓励。豆浆错，不告诉你什么，不告诉你。晚安金米粥。豆浆不是不是，128228欢迎，沙发欢迎，回回欢迎，干我欢迎，咖啡欢迎，七七欢迎。谢谢吉米粥的守护灵，你守护了我。打嗝一下。功夫是杀毁，欢迎 R T Y， 欢迎哈娜比先生的枫叶。我好想吃稀饭。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吃点稀饭？我现在很想改变。大三元欢迎冷夏，欢迎玉人，欢迎白安安切格拉法，欢迎。还是吃零食。之前看他的整套紫色，有点想要，但真的好贵。对，我是看 IU 穿紫色的整套，好好看，然后就买了这件，太好看。原来我的穿搭女儿，稀饭配皮蛋，我是稀饭配那个水煮蛋。好，你觉得好吗？算了，不要吃了啊！算了，不要吃了，因为还要去热。算了，那有点胖。咖啡，谢谢你的四叶草。那我问你们干嘛？谢谢安夏克拉克，哈豆欢迎，西风欢迎。啊，你怎么走？我这是中餐加晚餐。啊，咖啡，谢谢你的粉玫瑰，一拳超人欢迎。欢迎欢迎 ，YI 欢迎。我今天一直被夸奖，好开心。稀饭也不吃，我不吃饭啊，但我早上有吃过了稀饭，淡淡稀饭。可乐欢迎，回回要吃饱啦，有啊，菜菜，等下还有水煮蛋，还有一杯牛奶。Hello 陈龙欢迎。我等一下等我吃完这个青江菜，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我姐姐今天不在，她昨天晚上跟我讲。土豆人欢迎回归，谢谢你的粉玫瑰，超好笑。今天玲玲生日，是玲玲今天吗？特别嘉宾欢迎，够饱了，够啊！我一天就吃两，就两。今天是玲玲生日，今天吗？阿丽食量没有大，最近很少，因为在减肥。今天没姐姐背没背可以了，不是没有了，蠢。今天呢？哦，真的哦。那我怎么在 IG 上没有看到她的生日的那个？家族欢迎，是我的问题啊、哦！我看到了，是玲玲哦，八个小时前。好，不要想，哎，可是现在这么晚了，等一下你们先等一下，谢谢粉玫瑰。我没有看到时间呢，对不起，我没有看到李黎的。好，李黎生日快乐！他直播完了。F A K E R， 欢迎。哎，我手机一直没在充电。哎，小易今天生日啊，你跟李黎一样哎 ，Happy Birthday， 小易，欢迎再次哈利欢迎，阿丽欢迎。Hello 伊烈欢迎 ，FAK 欢迎，谢谢朱莉安很多的粉玫瑰，北元欢迎。其实我没有什么在记这人的生日，我都是就是对简单的。
等一下哦，我先完成这个动作，再跟你们好好看你们的文字。可以等我一会儿吗 ？OK。加注看一下柠檬的粉玫瑰。我手机有点烫，你几乎每个成员都会发出，会啊，一定要的啊！欸，我们是一个团呢，不要开玩笑，要互相祝福，哪怕就是简短的，我觉得这也是祝福。因为我今天一整天没看什么手机，看一下下就去忙了，应该说最近都是这样。所以我才没有时间发八月的，这几天刚好比较忙碌中，所以就是比较根本说我的手机阿丽唯独玲玲生日没有祝福，还没，不要紧张，现在我今天比较忙，对不起。昨天二期群组很安静哦，其实我们二期的群组就真的挺安静的。就反而是就是自己的组别比较，怎么办？我的手机快没电了，但我现在它现在有点在发烫，你们等我一下哦。怎么办？等一下，我觉得现在很危险，我怕等一下关机就完了，一切都是完了。啊，等一下，不然会没网络。你们等我一下，你们先不要打字哦，我没办法认真看。好，可爱群主也有安静的时候吗？没有哎，有颜值主就不会有安静的时候，他三不五时就传一些奇怪的，在我们测验的东西。但当然见面的时候比较吵，对，卡，对，因为我手机快没电了。Hello， 因为我平板跟手机都快没电，然后 ，Oh my God， 怎么办？我觉得我完蛋了，我真的完蛋。我也没有各忙各的，是我今天忘记充电手机。我去拿了充电器。快充电，我在充了。我手机完全，因为我手机要接网路嘛，我手机剩5%，然后平板剩4%。试试白目，我试试笨笨。没有，其实是我姐帮我忘记帮我充。她今天出门，她就因为她在看平板，然后我就说要帮我充电哦，因为我今天要直播这样。他忘记了，然后我刚回来不是很赶啊，超赶，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帮我充电吗？啊，没有充。然后我说好吧，我回来赶快充。都要怪姐姐。让我们心情契合 ，OK。本来没几开了，怪我自己。
全怪我。怪我自己笨蛋。哎，还有卡吗？你们网络还有卡吗？应该没了吧？还卡的话，那你们今天就要看到卡力顺的，好，不卡，好，现在不会。刚刚是非常卡吗？是吗？不怪你，怪我好了。好，随缘。随缘是一个泡面的那个是吗？我哎不对哎我不知道，泡面的牌子叫随缘，没卡卡力。他们说没卡，那今天不当卡力，那我们不要再说阿卡了，我们不要再说卡力了，等下他就卡了。嗯，我最记得喝随缘泡面是素食，因为我朋友是吃素的，然后他超爱吃他的泡面。哎，我朋友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就是吃素的人很厉害，就不能吃肉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我也是不怎么吃肉，我可以一个礼拜都不吃肉的人，给你安心欢迎，你可以用引分身之术生命欢迎。我妈妈也爱吃水源泡，是因为素食吗？但我其实是很少吃肉的人，我超级少。我每次去火锅店，我就是宁愿吃海鲜或菜，我不喜欢吃肉。很奇怪，我超不喜欢吃肉的。小红花鱼，妈妈吃素哦，所以就是吃那个。但我爱吃糖，你是我的菜。东西突然这样讲，那我是你的什么菜？高丽菜吗？还是青江菜？还是水莲菜？还是空心菜？吃肉才能长肉啊！我不能长肉，再长的话就胖了，就浮了。那阿丽也要改吃素。其实我，那我海鲜吃啊，所以你叫我只吃菜的话也没办法。哦，不要。鱼，我很喜欢吃鱼肉，蛤蜊，鸡肉我可以，鸡肉我还蛮常吃，但是就是猪肉跟牛肉什么都很少吃。我连点牛肉汤面我连点牛肉面我都喜欢吃牛肉汤面，就是只要那个汤头的味道不要有牛肉这样。高丽菜，开门欢迎，终于是选择来签到。罗巴杰欢迎，澳门客欢迎，吐司晚欢迎，晚安。Hello 吐司，哎，我记得你，哎，是我上第就是最近 po 的那个贴文是你在下面留言说你是谁推荐的，然后我叫吐司，是你吧？是吗？终于欢迎，晚安。记性不知道是，难怪这么瘦，哪有瘦，就是很，因为我爱吃零食，所以我在疫情的期间。变很胖，因为我都只吃零食居多，然后又很爱吃，就那段时间过得太好，然后也没有跑步，就是一直吃这样。Hello PASA 欢迎玉超，欢迎 Google， 欢迎鱼肉好吃吗？都市传说好吃啊，我很喜欢吃鱼肉，清蒸鱼啊什么，或是鲑鱼什么都超爱的。鱼肉啊，不是就鱼肉吗？谁有欢迎？对啊，哎，没有哎，反而有些前辈是瘦的，因为他们说他们就只改一天一餐了就瘦了。那应该不是你，就是那应该是别人。没事没事，玉安欢迎。嗯，阿丽爱吃鱼眼睛，回回你怎么知道？你居然记得我说的话，好像之前说过。我很爱吃鱼眼睛，嗯，没说过，好的，谢谢吐司，我等一下再来念留言，因为我手机先那个充电，回回细心。你确定你只吃菜跟蛋吗？聊美食可以吗？可以聊美食啊。哎，我最近晚上在那边看吃的，就是因为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因为我现在就一天，有的时候真的一天一餐而已，
而且我的一餐就吃蛋，可能早上两颗蛋，中午带两颗蛋去公司，然后买了一根香蕉，就这样，晚上回来就这样，然后还去跑步，然后还去练舞。我真的觉得我没有瘦，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还没量体重，所以我不知道。呱呱欢迎，阿力不可能忘记不可能记得粉丝的事情啊！哦不，是哦，他还有笔记。阿力吃过鸵鸟肉没有？好恐怖哦！什么鱼的眼睛比较好吃？我不知道，只要有鱼上来清蒸的那种，我都会直接挖它的眼睛吃。但是鲑鱼的眼睛我没吃过，我只有吃过鲑鱼的肉，它的身体，我没有吃过它的眼睛。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一个礼拜就想吃一次，可能意大利面什么就会吃，然后可是会努力的一直跑上，就是早上跑步，然后晚上中午晚下午练习舞蹈，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回来还够时间可以去运动的话，我还是会去运动。如果有吃的话，就会去运动；可是没有的话就不会吃这样。但我今天真的有饿到，因为我今天早上吃稀饭那个。就这样而已，然后我就觉得很饿，不会，我不会肚子饿，我反而会觉得哦，他们吃了哦，那就好，就感觉我也有吃这样。999欢迎，杨兄欢迎，哎呦啊欢迎，真的是在吃仙女餐，还不是因为疫情让我胖那么多，我回来就要面对这些，要有偶像自律。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夸张到。我们现在不是每天都要搭捷运吗？还有搭客运，然后明明因为我搭捷运就是要一段时间，然后明明有位置可以坐，然后我就硬不坐，他就在我眼前，我就不坐，因为我就觉得哦，我的腿好粗，或者是、哦、好像站一下至少腿会比较细一点之类的这样，然后我就坐。然后就下车这样，对，然后可是客运就必须得坐，因为比较危险，吃饱多跑两公里就没了。云汉欢迎， Sally 欢迎，孙欢迎，运动去健身房，对，去健身房。那你有吃过田鸡吗？田鸡是什么？云汉欢迎，佩璇欢迎， Hello 九宫格欢迎，晚安晚安云汉。还有什么北齐干嘛北站着会不会更粗？不会啊，我就是想让它消化一下，就是站着毕竟坐着屁股会大嘛。青蛙我没有吃过，但我在拉筋啊，没关系，而且坐着屁股打，就不想坐。Sally， 谢谢你的夏令营包，哇、哦，好多啊、哦，谢谢你。那带我去哪里？阿力不能做，不爱做，可以啦。如果除非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之前有段时间很累，然后又加上那个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位置。有刚好有那个位那个什么不爱做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做，绝对会做，因为不做的话，很站着会发疯，很痛。女生嘛，所以就还好，他们有些人会让座，因为有时候我那个来就是生理期会整个就是痛到，我连站直都没办法。小黑黑欢迎。那是01啊，啊、哦，我是我、啊，建谷欢迎 Sally， 谢谢你的指南针。我有我的一个自己习惯的事情嘛，就是我本来就觉得站着会促进血液循环，因为在家里一直坐，而且疫情期间又坐着躺着坐着什么的。Hello， 四寒熊熊欢迎，所以我就会觉得反正都回去工作嘛，就是撑一下这样，也没多久，小小变粗啦。建谷欢迎，谢谢你的枫叶。思涵欢迎，小按摩欢迎。现在捷运人会很多吗？现在我觉得捷运坐捷运的人现在都还蛮有自觉的，就是关于那个什么座位，他们自己中间会空个位置，我觉得这很棒。Sally 谢谢你的指南针。小黑欢迎。对，肉就是堆在那，想做就做。对啦，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做。
能做就做，不要犯傻。我没有犯傻，我真的觉得需要才会做了。有的时候只是想练习一下之类的。木木，你的床在那边，你在干嘛？笨狗。星期二没写上，谢谢你的枫叶。我要再怎么，我要再怎样多努力才能跟随你的努力？你觉得我好好做好自己本分？我觉得其实你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吃饱睡饱，然后就是把自己照顾好，这就是你们的本分。对，我做，对，就是要为自己有个社交距离。对，像原始叔叔把这件事做得很棒，他的社交距离是非常的。明天早上十点不能看你直播上班，下次看你直播。好的，谢谢思涵。阿力可以在你这直播试试看，先不用，我今天有点累，吃饱睡饱，当个好肥仔。不行不行，这的哦，你是说你们吗？可以可以可以，很想奖赏你的努力。这是你奖赏我的努力吗？告白气球，谢谢加速。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狠心，你的眼睛在说愿意。他的身高自动就成型了，社交距离了吧？你跟他的应该是不同，也是，他是呼吸上边的，我是呼吸下边的。对于你有关系，所以我这要比较社交要保持得很好，因为毕竟下边的比较多人，大多数人，但是上边的就是，对，就原子座，陪你摸索。谢谢嘎逼的行李箱 ，Hello， 谢谢 Sally 的枫叶。小迪之前直播有说过，他有靠跑步维持瘦，我觉得跑步是。还蛮 OK 的。完了，为什么我的趴数越降越低？怎么办？我等一下关机了，就代表说，我等一下不见了，就代表我的平板关机了。先跟你们说一下，8月14日星期六，七夕节，情人节快乐，耶、yeah, ，快乐！虽然我是没有在记这种情人节快乐，但是我觉得，偶像的直觉，值得换来更多粉丝的喜爱。呀、yeah, ，应该怎么说？就是。每个人都在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样才能被人喜欢。不管今天是不是偶像的工作，我觉得不管吧，就是服务员好了还是什么，你做好你自己该有的本分，你就会得到应该有的生活，或者是应该有的人疼爱。这样，对啊，你当个好女儿，爸爸妈妈就会疼爱你啊；你当个好学生，老师就会疼爱你啊；你当个……等一下，对，哎，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我的手机好 ，OK， 好，张先生欢迎晚安，好好欢迎晚安，因为我觉得在做什么行业都是需要做好自己才会被人家疼爱。如果今天我是我，对，我的确是一个偶像，如果我自己身材没有管理好的话，那我觉得我根本不配你们喜欢我，或者是我没有跳好，我没有穿好，那我觉得，对，就是我不配啊，这样。但是当然做什么事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最重要，所以我也会鼓励现在的你们，跟你们说，虽然你们的身份是好，是追随我的粉丝，那我觉得也要有原则，就是你们也要吃饱睡好，不能把所有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身上，你们也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就是我也希望我们是一起，对，一起好的这样。哎，只好点播一首周董的《我不配》。我爱怎么唱啊，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想放到我手机没电。谢谢新人店长的掌声鼓励。虎牙欢迎，秀一欢迎，父亲节快乐。请问你的父跟亲节什么意思？你长痘痘了？对啊，最近小小的晚睡，可能
我不知道，我之前在，那你有跟有啊，但是有就刚有人做好备份，对，没错，跑步其实会越对，很多人都讲说跑步会越跑越粗，所以我现在都是慢走比较多，或者是骑脚踏车的那个动作，腿的脂肪没减完就变肌肉，腿就会变粗。嗯，玉文欢迎詹先生晚安，等一下哦，云看谢谢你的粉玫瑰，丽变得更加可爱了吗？你喜欢我吗？谢谢你，云看谢谢粉玫瑰，谢谢 Andy JR 的亲爱的，爱上你就那天起，谢谢你的告白气球，玉文欢迎，哇，谢谢 JR 的。喊你一起喵喵喵 Andy J 嗨，所以我真的好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们呢、啊、你们是我的朋友，我看我们这样一个礼拜聊两次天，我们聊的也是很起劲的好吗，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网友阿鲁晚上好，嘎比阿丽还在青春，对，随便啦、啊、对，随便啦、啊、随便吃什么随便啦、啊，其实跳舞消脂就够了，不一定要跑步，所以你看嘛，我就是一天当中我每天练舞就是消脂肪，然后回家练舞跳舞这样，然后回家跑步，你看这样会瘦更快，这就是我的减肥法好吗 OK， 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跑步的人，我超爱跑步的，因为在我以前就是跑步我就觉得可以想很多事情，网友阿丽嗨，我是网友阿丽，等一下我先看个东西，乌诺欢迎 Mina 也爱跑步， Mina 前辈也爱跑步，应该很多人都爱跑步对不对，志祥欢迎 OK 啦，辛苦了 OK 的，两个都就是反正是我自己喜欢做啦，我也不嫌累，嫌累的话就不会做了，刚好我也喜欢这些事而已，懂吗？对，就是刚小小游欢迎玉安，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小梁欢迎，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我今天被很多掌声鼓励，感觉你跑步连我的脂肪也消了，干嘛你是一天一餐是饭水偶像，刚刚后面的史努比也瘦了，瘦脸特效了，真的、哦、网友这礼拜会跳公演给我看，哇这是我玉安欢迎，还有很多网友，小猪耳朵还有网友的朋友，小猪耳朵欢迎，阿西欢迎，因为今天说了很多政论，我最近很爱讲政论，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山美玲很会跑步，小山美玲的运动细胞很好，大概跑几公里，我就是跑，但我现在我之前跑步都是一个跑30分钟不间断一直跑没有休息，然后可是每天一餐这饭手像先比较期待公演，对，我一直期待网友跟网友的同事们，对，30几个网友，但我应该输张徐那个小三美玲，我跑步都是这样，我之前都跑30分钟，然后可是我现在是因为我10分钟踩脚踏车，然后10分钟做一些有就是有氧的动作，然后10分钟跑步，然后再轮10分钟骑脚踏车这样，然后再拉筋这样，不是30公分，30分钟半小时，谢谢 Seven 的一米 Seven 欢迎 Sally， 谢谢你的玫瑰，我都还没真正的看过阿丽，嗯，没有吗？罗宝给欢迎。完了，怎么办？平板是2%，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把蓝牙关掉。哎，我家真的关播，你们真的，就是真的没电了。我在香港，嗯，跟那个家属一样。快点来，我等你们来。我不叫爱长跑。还没，先不说拜拜，没事，继续聊，我相信可以的。Oh my god， 玉安欢迎，
以前我可以到台湾，你没加入 TV。好，没关系，虽然网络很发达，不能充电吗？再充啊！可是它越充越……你知道我从刚刚5%就一直充，充到它就掉到2%，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小小游戏显得是烟草。好，我先念榜好了，我怕你们等一下真的关机怎么办？好，我1%的时候念榜，如果它没有继续掉的话，就念榜。充电没用还是会耗电。距离6。围炉欢迎，晚上好。嗯，浪耗电很大。我是插延长线，因为我这边附近没有插头。我的平板没有很烫，谢谢七七小小小小油的粉玫瑰，这么拼吗？我们就祈求他等一下可以往上1%那么极限。对，没有莉莉我可以看莉莉。好，没问题，看莉莉前辈。哈布猫之前的玩小脸应该是什么没快充啦，不然不可能没电。对啊，有的时候插头。哦，没错，从5月9日之后终于在8月这时候看公演了，太开心了。而且这次是可以很多人都可以看到。晨晨在直播，我宝贝你们在直播吗？绿绿欢迎，该不会祖祖在看联播吧？随时关播的林体力还没，他现在还没到1%，又吃醋。我没有吃醋啊，怎么会吃醋？没有啊，多看是好事。好，等我正关播，你们赶快去看他们。明天啊，明天3点，到地方欢迎。晨晨是明天 ，OK。明天几点 ？Maple 欢迎。这是你想得到的人跟你想不到的人都会来看。对啊，真的哦，他3%了，好开心哦，他3%了，我应该拍手的。他3%了，我们不用担心他会关，所以其实是把萤幕调暗一点。对，真的要掌声鼓励。跟晨晨都聊些什么？很多哦，我都会跟他一起看 TikTok， 还有。我们会想要拍什么啊？什么？朱颜师贤的掌声鼓励，恭喜！给点力啊，充电器！因为我今天已经饿一整天了。我姐姐也会看。对，荧幕都是最耗电的。所以我刚刚把它调暗，耶！可以多看我一点，思源欢迎。那你们就不能去看别人了，你们只能看我。Sally， 谢谢你的玫瑰。吃小饼干不如好好吃饭啊！我去用饭的话，等一下，因为我饭还没用，所以我就不想去用。我稀饭如果要热的话，我就不在直播间，我想跟你们聊天嘛。还是电影的姐姐？谁？电影的姐姐谁？洛克欢迎。卡吗？还卡吗？多卡。他哎，你们上网找，还用他们家？他就上面自己写说，预计2022年上映，那个是明年了。现在还卡吗？那我觉得你们要体谅我，你们就
辛苦一点，如果卡的话就帮我进去又出来可以吗？麻烦你们了好吗？好 OK， 又是吃宝宝粥，对，宝宝粥，宝宝蛋蛋粥可以。好，我要来看首映。那你要来桃，你要来台湾来看首映会吗？是吗？阿丽一直都在，你们进来阿丽还在，不然就是你跳出去，你桌面放阿丽那就更好了。好，家树包场，所以陈家树，你现在开始存钱，很包场，你让所有的 TP 粉去看，你包场，跳出阿丽直播间去别台直播，不行，好了，可以了。最贵的电影之旅，为了阿丽，然后就阿丽跟别人跑了。哎，我上次看到那个新闻，有一段好笑。我看到陈家树 po 说什么阿丽男朋友什么，就是 Ali， 就是那个我的角色名字叫 Ali 嘛。哎呦，家树很有钱，谢谢家树，对我们一起谢谢家树，要包场哦。还是我家人的票你也买。然后陈家轩怒火说什么怎么会有 Ellie 男友的问题。我看到那个大笑，你说要 Andy 啊，跑这新闻不简单，别人跑这新闻不简单。我是说电影里面呢、啊，电影里面我是，就是你们知道的，你们有去看新闻，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就懂意思了。加速答应，大不了不来我。哎、欸，包场其实真的很贵啊！城市大亨在外面可以帮你放个那个，就是每次人家喜帖不是都是城市或是什么什么理事的婚礼什么的，然后就会放到红红的标示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前面说城市大亨包场电影院。对 ，Andy J 啊，我觉得你也可以改名啊，陈家树。Hello RTY， 欢迎一盘的葱，欢迎双眼，欢迎，太好笑了！看到你的行动，他们那时候大笑。新闻也报这么多，竟然把我连我什么在戏里面的那个角色都讲出来。不简单，爆一个大雷，而且是。粉丝最讨厌的雷，我还想说，我要忍住不能说，就在跟。我回来了，我刚刚就是不是我的平板没电，是我连线的手机没电了，连线 WiFi 的手机没电了。回来了，因为我。家人刚刚刚好回来，然后我就用他的手机连 WiFi， 因为我的手机，我的原本手机在充电。谢谢 Andy Z 啊的告白气球，刚刚才在讲你 Andy Z 啊。阿丽不见了，我找的好辛苦，好紧张，所以不要离开我，我还在这。你们快回来，快点招魂，不要来看乱讲话，呸呸呸。不是因为我用我的手机直播的话，是会很容易没电。然后因为我手机有点坏掉，然后刚好我有平板，然后我觉得平板的画质不错，然后我就拿来用平板直播。
我好害怕啊，什么看看刚刚阿丽不见，阿丽回来了，没事不怕，来来来，还是来嘟嘴吗？好，七天回来该换手机了、啊、不是，是我用 iPhone X，我觉得是我东西太多了，容量太多哦。对，而且 iPhone 每次用用用都不知道什么是发热。嗯，应该是要换电池。回头就被你勾走了。Hello， 志祥，欢迎。你看我手机过热，他说过热，大家死不给我。应该是这个充电器的问题。可以买一下哦，我的手机怎么这样？我没有那么有钱，我手机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用就可以用，我不喜欢一直换手机。对，我觉得一直换没意义。今天好乖，都没，他在旁边睡着了，对，大睡着。Sally， 谢谢你的红玫瑰。嘉树 ，Hello，Hello， 徐徐 ，Hello，Sally 的枫叶，哈利欢迎，燕凡老沙欢迎。我要跟你们说，我姐的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是，因为我姐，你们都知道她在哪里工作嘛，这样小商嘛。金宇宙欢迎顺，欢迎 R O N， 欢迎蜜君蜜云，欢迎周蜜云。Hello， 汤某少爷，欢迎，晚安，晚安。好，但是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不是小，反正是小三工作，耐用就好。对，没错。那时候好像他昨天跟我讲什么，他就说他，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寄小商嘛，就是商品都会寄在超商啊，就说什么要领货这样。然后名字不是，他们都会说，他们店员都说电话陌生码这样，然后可能就陌生码给，然后就，然后是。林，他想说是林小姐吗？然后那个人就说对，然后我姐说，我姐说她有一个客人很好笑，她就说那个客人她每次都用不一样的名字，然后她说她有一次，她说她那个女生叫什么？好，假如说那个女生叫郭圆圆好了，她叫郭圆圆好，然后她就说名字郭圆圆好，然后她下一次来领货的时候，她就说你叫名字，然后她就。他说林吗？叫林娜娜吗？这样子，他就这样讲。他因为那个女生就不怎么，他就不敢讲，因为他改第二次名嘛。然后他就说叫什么？然后他就说哦林小姐这样。然后我姐就说，就我姐就很故意就说，是林娜娜吗？想说就那个人，因为他不敢，他不想讲名字，他知道他改名字。然后他是更好像是下一次那个人来，他叫红茶。他说请问是红小姐吗？啊。名字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就说红茶，然后我姐就说好，红茶小姐，你的货多少钱？然后我就一直笑，我姐真的，她说她有一次真的被笑到，她赶快去到那个补货的地方笑，因为她说太好笑，她说她遇到太多好笑的客人，然后有一次好像有一个人说他叫什么哦，他们就是那个地区，假如说好台北，讲台北好，他们那个门市叫台北门市好了，就这样讲。然后他就说，然后那个人就自己打自己说是什么台北蔡依林好了，就这样台北蔡依林这样。然后就我姐就说，请问你的货名字叫台北蔡依林吗？结果那个人就很尴尬，那个人就这样，就是我姐就是很白，很我有时候会被我姐姐的直给笑到不行。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很多客人都是会，就是可能她说有一个客人是那个她跟男朋友去买
姐姐到底小雨晚安。因为他说为什么就不用真名呢，或者是你可以用点正常的名字，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什么、什么台北周兴哲什么什么，或者是台北周杰伦，就是他们说他们喜欢用这种名字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些人是有病这样什么之类的这样。他就说那就如果你有种感叫这个名字的话，那你就要有种讲出来这样，是没错啊。像我就是我的名字是，像我的名字就是我会，假如说我叫林婷丽嘛，但我订货的话，我就叫林丽，就林丽，同个林丽这样子，我不会用自己的真名。但是他跟我说的那个客人真的很好笑，他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名字，所以很好笑。台湾首席美少女林婷丽，我可能会被我姐杀。阿鹏鹏欢迎，新北其实我，嘉义谢谢你的枫叶小小欢迎。阳明山下智久姗姗来迟，这也太长了吧。对，姐姐就在工作中找乐趣啊，她跟她朋友都会就是会笑这样。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她说她前几天遇到一个客人，就是一个情侣这样。小龙欢迎，笑笑欢迎，蓝椒欢迎，一欢迎， PIG 欢迎，马铃薯欢迎。她就说她有一个就是一对情侣去结账，然后那个情侣就那个女生讲话，就是她本来讲话可能，我姐说她本来讲话可能就是可可爱爱，就像这样，你干嘛？我要这个，讲话是这样子。Hello 八旗太岁欢迎，帝王欢迎欢迎欢迎。可是不付费的话要用本名才能取券，对对对，这是要用本名。我香港马东石啊，我先给你一拳。1977欢迎光阴小红欢迎，然后司马三欢迎 ，SKY 欢迎。板桥下刘海什么下刘海什么意思？可可爱爱，然后那个他那个男生就说啊你要微波吗这样，然后那女生说要微波，然后我姐其实已经在冷笑了，但是她戴口罩，她就觉得那个声音太好笑，因为她跟那个男生的互动太让我姐可能就是嫉妒吧，我在想，然后结果我姐就看着他的同事这样，他就这样看，他说好，那我帮我微波。然后说你还有什么吗？就这些就好了吗？然后他就帮他结账，结。然后那个男生，那个他们就拿那个货，就拿那个微波食品。然后他就说啊，烫啊，这样，因为他摸到旁边。然后因为我姐就已经说小心烫哦，不要摸旁边哦。然后那个女生就摸旁边，然后我姐就。那个女生就说啊好烫啊，然后结果我姐就大笑，她就忍不住，她就赶快冲到那个补货的那个地方去大笑，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太好笑，然后我姐昨天跟我讲说，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笑死，是故意的。哈哈 Jamie 欢迎，是我已经把这女的塞心是什么意思，回回欢迎 YO 欢迎。姐姐嫉妒人家的男朋友，对，我也在想，她只是因为她笑的点是她觉得前面都还 OK， 因为这种情侣是正常的这样。可是她说，她就说她已经提醒那个女生说不要碰旁边，她已经有给她那个卫生纸跟那个提袋，她硬要摸旁边，然后她大叫的时候，我姐吓到，她吓到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太甜了，然后我姐就被笑到不行。奶奶欢迎当。的姐姐有男友可能也一样这样。傅伟谢谢你的吻手礼，晚安 YO 欢迎，回回欢迎。男友什么反应？然后我姐好像说那个男朋友说什么好、笨蛋哦，就叫你不要拿旁边还是什么这样，然后他还说我怎么知道，他讲我学怎么弄，我想好像是我经历过这一段，没有，是我姐昨天跟我讲，而且我昨天姐也是这样学她讲话，然后我就一直笑，然后我就开始，我早上起床我就说姐姐早安，你要吃吐司吗？要陪我去 Seven 买咖啡吗？然后我姐说你再这样讲话试试看啊，你信不信你就一拳被我揍。然后我就说哦不要揍我嘛，然后我姐就真的揍我，所以我的膝盖有 OK 就被她踹的，没有啦，我的 OK 是哦，对，我跟你们再分享一件事，我今天我们在练舞嘛，然后因为我昨天回来的时候跌倒，就
脚撞到桌角，然后就大大的淤青，超大一块。玉米摔跟欢迎，然后一拳超人姐姐还好吗？家暴没有啊，反正就是你可以用一直用这种称呼，我才不要嘞。阿丽是不是也很羡慕？我挺羡慕的啊。然后我就跟我姐讲说，没有，我今天就跟晨晨，因为我跟晨晨一个动作是要跪地板，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跪不下去，啊，真的很痛，然后我就快跌倒，我说好痛好痛，然后我结束之后我就给他看我的伤口在这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对，这是我昨天撞到桌角的，然后我就超痛，然后我就跟晨晨说，不行，我要流眼泪了，结果因为我们跳舞是戴口罩嘛，然后我就说，哦，我真的要流了，我就流了。我就哭了，好痛，太痛了，对，我被撞到，对，很痛，超痛。然后我就昨天我撞到的时候，我当下就不讲话，就跪在那个地上五分钟，我都不动，一直不动。我姐就过来问我说：“还好吗？”“没事，不要忧伤，其实不会痛了。”幸运千人斩，欢迎晨晨，不痛不痛，是我，不是晨晨。眼妆太大了，我先笑你，黑青了。对，他已经变黑了。没事，不要担心我，没事。就是我觉得太好笑了。对，我就是先被我姐笑，她关心我之后，她就说白痴哦，然后我就哦，我知道人家要呼呼吗？我就是要呼呼啊，干嘛？说流泪就流泪。哎呀，这个应该不用涂鸦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涂什么。通谋欢迎圈，欢迎。你们还笑我，你们都不可以给我射手吗？我要射手，可以亲亲吗？好，给我呼呼，佩轩。受伤可以找阿丽呼呼，他受伤了，帮我呼呼，帮我呼呼，哎哎，不可以，你走开。哎，不是要我用这种声音，然后你们现在又不要，傻眼。大概涂口水抹一抹，好恶啊，涂木木的口水，叫木木给我，我的心也受伤了，不要受伤。哎，如果我一直用那个声音讲话，你们不会觉得很恶心吗？因为我声音就不是那样子，然后我还要那样讲话，我真的觉得有点。对，有淤青的就是多用热水。好的，木木的口水更恶。不会啊，我喜欢。玉人欢迎，蛮奇怪的，你看人家就说蛮奇怪的，但我觉得适度的撒娇是一定要的，但是如果一直每句每句都这样，我觉得这个不行。军官欢迎，不会觉得新鲜，不过你刚刚没有说完，什么意思？什么没说完？可是你有潜力啊，很会撒娇哦，我真的撒娇第一名耶。我是在家里啦，外面我不会，外面我都是安安静静的那一个，我觉得可以。我跟你撒娇干嘛啊？不是男生喜欢这，所以那个女生，那个男生应该很喜欢这个女生，这样就是要安抚心受伤的我。温柔言语没讲完，什么东西啦，录了一下，你应该嘟嘴就够了吧，还要什么安抚受伤心灵的人话语。志祥欢迎，笑死。哎呀，人呐、啊，就是偶尔要撒娇是正常。我喜欢阿丽的娃娃音，娃娃音。我看我有没有别的娃娃音。我刚刚是讲讲，我刚刚是说你干嘛这样子？我是说你不要这样子啊。啊，这真的好温柔啊、哦！哎，可是我会对小朋友这样，就是我对小婴儿，我就说，啊，你好可爱啊，阿姨给你抱抱好吗？阿姨带你去买糖果好不好？我都会这样。阿丽，我要吃鸡排排。阿姨带你去买鸡排排好不好？好，他们就是好。那我们来唱歌好不好？跟木木也这样讲话没有？我是木木挂。我都是这样叫木木，就说你给我过来哦，你再给我吃吃，我这样。要
开启叠字，叠字我是没办法接受的。但我觉得适度的撒娇是可以的，但我不喜欢太夸张的，就我会觉得这是在干嘛，这样就是什么这世界这么多人，嗯，草屁呀、啊，这样凶你没得。我最近喜欢讲没得这句话，因为没得是就是我就假如说我姐嘛，看到木木我们在吃东西，木木就一直在旁边喊，就眼睛水汪汪的看着我，然后我姐就说没得，跟你说没得哦，其他说谢谢你的眼睛仗重仗还业障，没得，对没得 MD 不是 MD，跟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家军欢迎。这不是四川话吗？没得，我不知道是。阿丽想吃你煮的菜，吃我煮的菜吗？清汤吗？阿妹什么阿妹？玉人欢迎。一凡欢迎，我等下来唱一首歌给你们听。这世界这么多，哎，不是。是这样讲吗？这世界这么多人，还是那么多人？哦，这世界那么多人。哦，这里跟你听这里。一凡欢迎 ，CT103欢迎，玉人欢迎。哪怕我们年年老去，两天早上没歌词，这首歌好好听啊。 rap 太难，我当然不会唱 rap， 会唱阿妹的勇敢吗？会啊，是我勇敢退却，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沉默，勇敢了再求，决定为你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 UTG 欢迎，果然是粉丝，好听，谢谢浪人的麦克风，哇，律师铁粉，我是张惠妹的铁粉，好的你就来，这个我没办法。这 rap 真的很难耶，台语不全吧，我没办法台语。谢谢流浪人卡拉欢迎，好听耶，谢谢 fish 欢迎，谢谢依依小光欢迎，耶、yeah. 我们不能老去的委屈，我以前往高雄什么就把我们不能老去，网跟住不一样，什么意思？高雄你比我熟，你们在说什么？我以前住在高雄，在台湾生活一段时间。哦，你之前住在高雄啊？老去，委屈。Sally 欢迎，那你住在高雄很热哎、欸，你知道吗？Andy 在高雄，我是一个怕，我不喜欢晒太阳。
所以我每次去到比较东部的地方，我都会很注重防晒。对，很热。你有来晒黑吗？那时候 Kevin 欢迎，有晒黑吗？来，这首歌想献给你们听。 Kevin 欢迎， Only 欢迎。这世界有这那么多人，跟陈家叔说是这么多人吗？还是那么多人？我喜欢高雄人都很好哦，应该说人都是好。高雄经典应该是发呆，不是高雄经典是那个爱河，我记得我去的是爱河，晒得跟你一样黑。我什么时候黑过？晒黑是正常。只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舒云欢迎，小布屋只有四座位，太多人上不来，有卡车啊，有。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桃花哥欢迎，多幸运 ，T U T U T G 欢迎，我们政治梗，忧伤的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公交车，浩毅欢迎，树叶。飘转在刺痛，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梦，欢迎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山木几盏窗前呢，飞驰中寻找，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了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好啦，专心唱啦，啰嗦。街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枝头，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山木几阵窗前呢，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了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山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世界有那某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掌纹。
常让我想啊想出现。晚风中，哎，好听。等一下，我想清唱他的那个。等一下，谢谢 Sally 的背包，完美，谢谢，谢谢流浪人的。晚风中闪过几卷秋千呢？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耶，这首歌好好听哦，太好听了。谢谢乌诺，谢谢李真的背包，谢谢灰灰笑笑，欢迎，好听，谢谢流浪人 ，Hello， 好听，谢谢 Sally， 谢谢你的背包，谢谢排球流浪人，哎，你真啊，谢谢你的看好你哟，厨师，谢谢你的玫瑰，谢谢家属的掌声鼓励，这歌的名字很好听，真的，我都觉得很感人，我刚刚都快哭了，这很有旧歌的感觉，真的，云汉线的玫瑰 ，K N T， 欢迎。吐司，谢谢你的粉玫瑰，谢谢莎莎家人的沉重的欢迎，谢谢李真的背包，谢谢谢谢。歌名叫《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世界有那么多人。K N T， 谢谢你的玫瑰，还可以点歌吗？你想点什么？平常心会吗？我听听看，谁的歌？哦，张惠妹的哦。我先听听看，搞不好我知道这首歌。你先让我听听看啊，等一下。等一下，阿妹的 ，IG 有一穿张高调的衣服，好帅。这刚这前阵子发的那个吗？我也觉得很帅。不是你唱的话，我大概听三秒就退出。北原欢迎芊芊，谢谢追踪柠檬，欢迎。天哪，我好像没有对这首歌没有什么印象，但我先听听看一次，或许我可以唱。等我一下啊。拉扯，我寻找的平静，是我将来看电影，在这一刻平常心，不必为谁心碎，闭上眼睛，我需要的平静，是敢回头看曾经，那些为爱患得患失的情。我选择忘记。副歌好像可以耶，我副歌好像可以。好。我寻找的平静，是我将来看电影，带着一颗平常心，不必为谁心碎，闭上眼睛。我需要的平静，是敢回头看曾经，那些为爱患得患失的情景，我选择忘记。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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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是张惠妹，所以我觉得 OK。你们欢迎，谢谢流浪人的麦克风，谢谢嘎比的掌声鼓励。哎，这首歌很好听哎，我要练这首歌。谢谢嘎比的掌声鼓励。有看到了吗？有看到我破零零了？找一起的快乐。的幽魂还没看，你们先看我嘛，再先看我。不可，我寻找的平静，是我将来看电影。洛克欢迎。哎，我竟然不知道平常心张惠妹有这首歌。谢谢那个浪人让我知道有这首歌，谢谢 Andy Zay 的麦克风。还有什么张惠妹的歌你们推荐给我，我来练，我来唱。我选择忘记，如果你也听说哦，那首歌很平静，如果你跳好来，再放这首歌。谢谢李真的掌声鼓励。哎，其实能为你们唱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有时候就想着想着，就会觉得很幸福。突然发现转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如想回家的我。陆宝姐欢迎。只是感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人诉说。别把信仰从脉剥落，那个氛围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想不通这朋友，还是你依然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寻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的留言？直到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等我就认着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Key 就是阿丽的 Key 啊，全部都可以收编。Hello 陈烨，欢迎姐，我爱周佳玉，欢迎欢迎欢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随便唱好，阿丽直播很幸福，谢谢牙树，能听阿丽唱歌歌才是我每天忙碌下来后的幸福。我最幸福的事是听阿丽唱歌，每天的行程啊，就是跟网友每天 long life 不见。最幸福的事，谢谢告白气球陈家树，Lock， 谢谢你的粉玫瑰。厉害耶！我今天真是改词大王。
想你更多。回回欢迎，谢谢 JR Andy 的玫瑰，送你就是这朵玫瑰花。大家嘴巴好甜，因为阿丽很甜。舍不得有个美好，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 Don't want to run， 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我要戒甜，我要戒糖，你要戒甜。KND 谢谢的看看你哦，罗宝姐欢迎。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幸福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心灵满足，人类自古以来就要追求幸福的途径，有着浓厚的兴趣。 Oh my god， 这句话好好深奥哦。幸福，关于幸福，哎，我觉得现在幸福真的是我觉得幸福得来不易，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其实会在不管是在关于亲情、友情、爱情什么，我真的觉得幸福是一件得来不易的事情。所以当你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你失去这个幸福的时候，你要再去恢复的时候是很难的，你要一点时间。谢谢 KNT， 谢谢掌声鼓励。有阿丽我就很幸福，所以我就有在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都把我当成就是这么像啊，简单的说，你们就是我不是这么重要的人，但我觉得在我的眼里，你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好像对你们来说也很重要，这样。所以当我如果不做这一行的时候，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当我没有在做这行的时候，那你们又会是什么样呢？可能老了，可能结婚生子了，可能什么，就是最后都会成为彼此的祝福。对，我觉得分开了，或者是家人离世了，或者是这个人他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觉得最后的离别是当成一个祝福的话，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很好的。彼此都付出过，就假如说我现在为了我做偶像那个位置，我付出，我为你们付出过，然后你们也为我付出过，可是最终好，我不做了这个，然后你们可能也都有成家立业了，或是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什么，如果这些东西都会那个，阿里毕业的话会哭爆。对，我是一个很念旧，很我理性跟感性，我很感性的人，我是非常非常感性的人，我是可以这个人离开我身边，哪怕他只是我的朋友，一个朋友我都能在意到，我可以就是像失恋或者是像家人离世的那种痛，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可能就是我觉得太真心对人是有这样子很好，但是也有他的缺点，就是不要这样聊我们，好，对不起，不聊。我觉得就是很难讲，我是不太喜欢离开这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一旦真心的去付出的话，我要离开退出的话，
我会难过一阵子，会偶尔会想起，你知道吗？这种东西都是这种东西就变回忆了嘛。所以我就最怕这种离别，你懂吗？感言时间，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就顺其自然，走到尽头什么样是什么样，都是要去接受它。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会一直哭。对，我是爱哭的人。然后我对顺其自然没错，虽然感觉讲出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你去顺其自然是没办法。所以我才问你们说，为什么我这么感性，我这么爱，就是我的泪腺发达。我先听音乐，我先听音乐。嗯，我快塞。可以，可是你打电话网络会断掉，先不行。哭也是自由。米嫂，欢迎！惨了惨了，这是厉害的妹子。离别当然是伤感，可以成为一位美好的回忆。对啊，彼此祝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假如说，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就一直在经历离别，从小就，而且那个离别不是就是。他不是，就是怎么讲啊？对对，等一下，好，我下去，我叫妈妈下去接你，因为我网络没有，我手机快没电啊。先讲，等一下，姐姐再打电话给我。对啊，我去的，妈。去接姐姐哦，默默接过。好，我回来了，对不起，我忙完了，对不起。我刚刚说什么？就是姐姐声音，对。Sally， 欢迎你，不喜欢买给你，对，什么吗？哦，他在跟他讲话。人之情是来必经经过，对啊，这真的是人生必经过程。所以我很重感情，我非常非常，因为你，可是我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就是最近还蛮多，我就看很多人，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还有一些我的朋友就会说，就他们不是做这一行，他们觉得说阿丽你好厉害，我会弹吉他，会唱歌，还会跳舞，然后还会演戏这样子什么的。他说你真，而且又人很好，这样说就说你的心态什么什么都很好，这样。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没有啦，只是刚好这些事是我喜欢的，而且我觉得我为什么踏入这个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要踏入这个行业。其实很大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要红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太不实际了。我觉得是我其实之前。如果我真的想当艺人的话，我应该从以前就会有这个梦想，就会觉得就要去学东学西什么的。可是我没有从以前就是，我是到长大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在表演我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学到了三个字，就是我想要。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我想要？就是我在表演当中学到，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才知道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因为可能我以前就是可能都住在别人家或者是什么，就是没办法，就是我觉得在我的口 ，Hello Ben， 晚安，在我的心里，就是在我的成长环境。我要讲我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小时候哦，就是因为我住在别人家嘛，然后我住在姑家，可能姑姑的小孩，他们小孩就随时随地都跟我说，爸爸我想要学表演，爸爸我想要去上补习班，然后或者是爸爸我想要怎么样的，这个都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不敢讲出的三个字。就是以前我都只能自己打工，然后赚钱，然后就是生活这样子嘛，就是要工作，你也没办法，就是我想要读表演艺术课，
我想要去学什么，没有人会听，就是你只有说我只能去打工，我只能赚钱养自己，我只能吃饱自己，然后我只能怎么样，就只能是我只能，没有我想要，我想要可能要个铅笔盒好了，可能都还蛮，就是我一个铅笔盒可以用两个学期、三个学期、四个学期、五个学期，就是每个不是每个暑假放假回来之后收假的时候就开始就要换铅笔盒啊，买一双 Nike 鞋啊，买一双跑步鞋，我可能要拿到这些东西都是要穿表哥表姐的剩下，或者是可能就是只能捡，因为我以前都住在姑姑他们家、阿姨他们家，所以我就只能拿剩下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想要这双鞋，我想买，可以吗？这样没有。但是我在表演的时候学到说，我想要争取这个机会。我觉得我有那个，因为以前没有这么自信，以前就会觉得很害怕，以前就觉得做什么都要看别人的眼神，然后以前就是要听他们的，你才可以住他们家之类的，这样。所以在表演当中我学到，我想要争取这个机会，我想要把这首歌练好，我想要唱给他们听，我想要买这个东西，我想要穿这套衣服，我想要什么，就是开始在学表演的当中才知道，才有企图心，说我想要怎么样，然后之后才讲完我想要，才能就是我做得到，最后就是我做到，这样就是一直在表演当中学到的东西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对，这是我在踏入 TP 跟演完戏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之前，因为你，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在甄选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就是还蛮困苦的。那时候就觉得一下好像有机会了。啊，我演得很好哦，好像一下有机会，好像一下那个机会又没了，你只有一下做不好，你又没了，那么多女生在甄选这个角色，然后你只要一个错误，你只要一个什么，随时随地你都可以被打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就毛起劲，就是我想要，我一定要拿到这个机会，是我想要，然后所以每天脑袋都在想这件事，每天都在想着要怎么达到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就一直我想要到我做到，这样子。经历的东西是累积的东西，我会形成你的力量。对啊，你看现在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蛮幸福的，我的家人，我的阿姨他们还是帮助我，包括我现在也是住在我的亲戚家啊，他们给的都不让我不愁我吃穿，然后加上我自己在赚钱，我开始慢慢的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对，聆听力只能爱上我，阿力也是不容易，我觉得每个人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我最近会一直去感受所有 TP 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在每个人身上我有看到优点跟缺点，一定有优点，但一定就会有缺点。可是为什么我会待在这个团体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是这么大，但我就是想要。臭臭的，有吗？是我吃东西吧？不是，就是我会想要。你有病吗？就是我觉得待在团体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够，一个人可以撑起一个舞台或什么。我觉得我需要的是陪伴者，而且陪伴者大家就是会一起那个，就是把彼此的缺点给补起来，最后就变成一个很淡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团体。我进团体，我为什么想当女 idol 的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不喜欢，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有点怕一个人出去，我觉得我还不够格，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团体生活吧。好大的笑，真的，我刚刚看到好可爱，好温暖哦，一股力量抱着我，谢谢 Andy J 啊，你姐姐爱骂人，没有，她只是说为什么房间有一股味道，我说可能是我吃东西。对，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群很棒的伙伴，偶尔可以一起偷偷来，
然后偶尔可以就是一起努力，然后偶尔可以大笑，就是是生活中最最怎么讲最最特别的一个回忆吧。还是你是水煮蛋？对啊，我是水煮蛋。屁味啊！好的，谢谢 JR， 谢谢你今天对我这么好，一直给我礼物。谢谢老板，欢迎。但是我觉得我不好的地方是我很，有的时候很爱偷懒，我就是偷懒鬼，很爱小小偷懒。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所以都要用那个什么意志力去撑起整个心态的东西。只要倒立，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它会倒流啊，它会从这边流。我是小小，那我是大大。哎，大大是我哥的女朋友的名字。你渴望力量吗？力量那个力，我渴望你们。爱我多一点，没有啦，你们已经很爱我了。你没去看吗？看什么？你还有我们呢、啊，我知道我还有你们呢、啊。来，我来唱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听一夜情，没有啦，看一下。我姐姐说这世界这么多人很好听，那么多人很好听。我觉得我选的歌单都是很赞的。有一条歌真的有倒着流眼泪这句，有你的快乐。我不要这样有你的快，我要女人有泪不轻弹，我要唱没有唱过的歌。你们想我没唱过的什么歌？我比较痒，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会给你。好的，没问题，一起加油。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到爱。我看一下，我想听阿丽唱歌。世界这么大，眼睛发的。好，姐姐说世界这么大。他说很好听，那我就唱那首歌。阿木宝贝，你是阿木宝贝吗？你再跟我这样讲话，信不信我一拳打你？你是吗？因为我刚刚跟他们讲那个，你跟我讲你遇到的客人是那个撒娇的女生。很冰的吗？叫我什么？要叫我什么？要？没有，他是嗯，他还给我嗯出来。嗯，好，不要好。梁静茹的对不起我爱你，我先唱那个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是这个吗？姐姐好笑，姐姐幽默，姐姐很有才，姐姐好可爱。马子君欢迎。有病吗？你们就这么爱我姐吗？有事吗？嗯，这是真实发生，我有才，真的就是这样子。是这是不是这样唱吧？哒哒，木木真可爱，对不对？木木，等一下，为什么没有歌词？我要歌词，谢谢。我们专门把人家的人都拱进来了。哎，矮子。你也走吧，来，你来。喜欢姐姐是有病的话，好，我是有病，就是有病，你们。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口，你就不要送我来回去。是谁朋友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都会重现。失落的时候，阿丽喜欢说有病。你自己，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有过梦。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世纪。天南南地北东西，我们的意义。跟姐姐合唱，姐姐不想唱。中二病也想谈恋爱，什么东西？下一首歌要什么？要我会唱的哦。
背包下面青色的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不够，你就不要送我离开回去，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失落的时候，我一样相信你自己。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别忘记。好，慢人。好，这首歌就这样。我其实对这首歌很不知道。我来看看慢人有没有那个什么伴奏。我们来直接伴奏好不好？怎么失去？我 L A Ball 是什么？伤心的人别听慢人慢歌，不是慢人慢歌。对不起，爱你感觉比较冷门，没事没事。你阿妹应该就不会错，没错。说完了，好像话都说完了，总是沉默对坐着，眼里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也疯不过，是皱着。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睡意就转着。慢热的人啊，会自我沉默，冲动的人上来听不见我聊。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脆弱人泪流。我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但我下次下播可以听听看。谢谢加速的掌声鼓励，真实惊为天人的什么歌？牵牵你手，若无其事牵你手。谢谢玫瑰吐司，你像被动的木偶。做很多让人厌烦的剧透，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睡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沉默，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脆弱人泪流。爱从不停，性格不是心最痛，奈何我全世界都开始被梦恋和爱的激动。好了，先吃了的却先变了。
好，先看你们打字。谢谢罗宝姐的心理箱，行李箱。谢谢天生宝林子，欢迎钟怡，谢谢你的掌声鼓励，钟怡欢迎。阿丽爱唱老歌，真的 hip hop 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会 hip hop。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念字念很慢的人。笑笑怎么有空来看阿丽？他看我的嘟嘴。嘻哈。来收集嘟嘴。噔噔噔，这首歌谁点的我不知道，但我刚刚看到真实。你说的话，我要伴奏，好吗？可以给我伴奏吗 ？Andy， 毕竟阿丽是我的爱，手掌心，竟然没有听过这首歌。这个是吉他伴奏。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每日看好你哦，谢谢你。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笑容化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太多疑问，直到答案又如何？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只要爱错一个人，心痛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疯子，我忘了这是第几次，一见你就无法坚持，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会不会是我太真实，拒绝感寂寞的日子，也看不见未来。怎么没有歌？等一下，谢谢加速的真情告白，每日来开车，放不开，也看不见未来，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普拉斯欢迎，小慧心小手心欢迎。哎，这吉他伴奏很赞哎。多疑问，谢谢阿树，谢谢李真的玫瑰。到达恩又如何？原来龙人。不需要天分，只要爱错一个人，心疼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疯子，我忘了这是第几次，一见你就无法坚持，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会不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感寂寞的日子，爱孤独比拥抱更真实。他太高了，他是宠物时间，会不会
手带着是拒绝更寂寞的日子，也看不见未来，难道这就不完美？相信爱情的是的样子。这水声令音乐更感伤，哪里有水声？那个是我家的人在炒菜。牙出细选的文手里，阿丽也可以弹吉他，但我是要去那个什么，我要那个什么，要练习。我没有练习的话，就不会唱了，就不会边弹边唱。我需要练习。你们还想听什么歌？姐姐家在唱歌，听你听我好像很感人的这首歌，原来是炒菜。谢谢小三每日啊，你在干嘛？小三每日，旅程旅程是什么歌？99分，谢谢。一分是为了什么？可以告诉我。旅程是张惠妹的吗？我在看你直播啊。你一定是想我，也是阿妹的。哎，我怎么没有听过这首歌？不可能！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想听街角的祝福。好，我等一下放。街角的祝福。交给你。哦，我等一下下一首是街角的祝福。我先听听看这首歌是什么，我看我可不可以练起来。美玲的歌，罗美玲，爱一直闪亮。哎，这首歌好久哦。CJ 一零三分，毕竟我是阿妹的老粉，我也是。想你已经100秒，来，不可能100秒。我恨我爱你可以，我等下我恨我爱你，但是我要先街角的祝福。一分是进步的空间。OK， 人就是要有不完美。谢谢你，港币。结果过，怎么办？我用鼻子，用他肺子，会怎样吗？害怕的时刻，什么都没。我也是阿丽的老粉，对，你应该算是老粉。红色向日葵，一起走。对的，伤心开始低头。罗美玲，对。台湾歌手，喂，哦，他41岁了。说说，偷看看天空，雨后，想哭。好，这首歌我会练的，这首歌我没办法。我们来先放个，应该是可以吧？我们都差这么久。哎，那我要点爱笑的眼睛。刚刚是我恨我爱你，然后再爱笑的眼睛。少个冬，马子俊，谢谢你的追踪。卡拉，欢迎姐姐唱，姐姐会。老粉，重复的话题，无心之扰，想过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是会某一个街角看到，我不想打扰，因为怕你解释不了。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
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那好不好。阿丽很重要，你们也很重要，也不想被通知到，你的世界我管不了。OK， 下一首。我很爱你。嗯，我很爱你。还有吗？爱笑的眼睛。我很重要，我知道。面对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见有你，最后一张晚牌在手里和悬疑的距离，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为什么呗，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宁肯隐恨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关于我太不争气，我恨我爱你和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和我恨你。你有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说也说不尽你、小瀑布。许若瑄，我可以唱爱笑的眼睛，哎，是一样的歌吗？对，我唱许若瑄版本的，这是最后一首歌咯，最后一首歌回回欢迎，我看有没有伴奏女生，等一下哦。啊？真的假的？屁啦！爱笑的眼睛，徐若瑄。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哎，怎么唱？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好嘞。听电话里，心我读的一声，不是，不是哦，是要下去。啊，我不会，我直接唱副歌。泪湿的衣洗干净，啊，我直接唱那个好了，对不起，我唱许若瑄的啦，对不起，好，我唱许若瑄的有伴奏的，不然我其实我觉得我这样有点，因为我其实忘记前面怎么唱。不见了，爱笑的莉莉，徐若瑄46岁。不像你的草秘密，我不敢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哎呀，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谢谢你，你说分手彻底。
历史的遗弃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要度孤了。只好了相信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他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走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相聚。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的情我得让自己让自己确定。好了，今天的歌就到这边为止。那我要放歌，然后我要来看看你们刚刚说的什么。谢谢流浪人的排球回回，嘿嘿，谢谢流浪人，谢谢流浪人的西瓜子十公分。阿力胜，我当然胜。木木要闯，我没有姐姐在跟他玩。耶、yeah. ！喂。又是寂寞的十点半，安静的公园。哎，我刚刚说我最近换了一款眼镜，很可爱。我和我的两件衬衫，包里是今早的报纸和等待报销的账单，疲惫却在房贷还没有还完，还是个。终于谢谢你的徽章。爱笑的丽丽。你看我的眼睛，好听好听。好听好听，谢谢，谢谢丝瓜子，谢谢掌声鼓励。终于，阿丽声音很好听，感觉阿丽唱歌是一种极致的享受，你们喜欢就好了。我不可能跳，九一欢迎，这眼镜好好看。林博，谢谢你掌声鼓励。那你不要听有单依纯，我是被单依纯的吸引。谢谢水晶球之幽深，谢谢流浪人，这进行款好特别。这首他唱的。我在跳舞啦，你们没有看到。能让我们终将老去。坐下，我要帮你欢迎。锦泽欢迎，水晶球手很漂亮。对啊，刚刚谁说？对。哎，姐姐，你不要吓到流浪人。跟着我一起跳社会摇，这是社会摇，一二摇，左边摇，右边摇，在前面摇，看吧跳起来，跳起来，跟我扭扭腰，跟我扭扭腰，跟我摇摇，跟我摇摇，转圈转圈转圈，比个爱心耶。不得不说，我当过那个悠悠台姐姐，没有开玩笑，没有吧？开玩笑的。啊，我找到我的另外一个出路了，社会、那个悠悠台姐姐。老去，我刚刚看了什么？瑶的事情可能会问社会女会，社会女主角，笑死。所以你是榴莲姐姐吗？我不喜欢榴莲呢、欸。社会摇的。哎、欸，你看他这个哦，这个哦。那我要放那个，我跟我姐有一段时间非常爱听的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听了。
施敏吗？对，施敏的。你刚刚讲施敏好像有同学，同学叫施敏。哦，你说那个？对，那个。Hello， 嘉诗，他的踪影。学校欢迎，晚安。阿丽想当幼台姐姐，那阿丽想当什么姐姐？我应该会当香蕉姐姐，对，因为我是一个爱吃香蕉的人。刚刚我忘记说这个牛奶是香蕉牛奶。香蕉姐姐好，只能是水果啊！那人讲笨蛋、欸，这样教坏小朋友哎、欸。的咖啡多热烈，多人选，就连苦涩痕迹再美艳也变很浅。我的耳朵都冰哎，太冷了啦！香蕉哥哥啦，哎、欸，对，有香蕉哥哥哎、欸，姐姐，有香蕉姐姐啊。喂，哎，你不要打呀！哇，艾瑞克欢迎，杨舒凯哈。本金没有关联，笑在看着时间。阿丽晚安，艾瑞克晚安。坠入地心。你们有听到姐姐唱歌吧？我故意不唱，我就想让你们听听姐姐的声音。李林是芭乐姐姐，包乐，你叫包乐、哦，到底会不会打字？陈家树，那你想当什么姐姐？姐，我很要的，不是我。像是手中的咖啡，多热烈。龙岩姐姐，荔枝姐姐，那我喜欢荔枝，那我姐姐可以叫荔枝。变很浅，美在粉的想念。包乐是什么？对吗？菠萝蜜姐姐，饭水偶像打错字，我才没有嘞。包娜姐姐，包娜娜姐姐有两鞋头。番石榴姐姐，什么东西？凤梨姐姐是姐姐，对，凤梨是的。我要来标她的这个，等一下。睡的和弦也是种爱。再看出时间，最后别遗憾那些言语。哎呀，好累。还有什么姐姐是很好笑的吗？就是例如说，还有什么水果让我觉得很好笑？石榴。他刚有看那个吗？有看那个吗？唐伯虎点秋香。我有看。石榴姐。十九，李林本身是姐姐啊，还有一个弟弟。对，有我知道，李林有个弟弟。石榴姐，梁文音有唱还原。cover， 文音姐 cover， 哦，那是他自己的歌啦。白痴哦！再这样讲，林建辉也有唱过还原。林建辉是谁？你不要建辉。什么什么叫我宝贝那个什么、啊、我听到别人我印象深刻是蝴蝶姐姐槟榔姐姐我听到别人叫你宝贝这一首没有、嗯、好好听我想当师姐姐我没有看到默默我在帮你说话、嗯、我是苹果哥哥每日一苹果看一生远离你这是以前我好像玩过的游戏那个命就是你那个番茄红了，医生的脸就绿了。喂，你在智障什么东西？
来教你们怎么吃槟榔哦，这样子。星星闪烁。你再注意他，音质要注意喇叭。宝宝。你看一下。你有够冰嘞，去哪里玩？槟榔姐姐主题曲是采槟榔吗？采槟榔。槟榔，槟榔，槟榔，一起采。今天要教你们采槟榔不一样，穿太漂亮槟榔。Oh yeah， 槟榔 ，Yeah yeah。继续改词哦，继续听哦。Come on， let's go， Yeah。在花莲比较多槟榔，因为他们很多槟榔树，因为他是槟榔帝国。Yeah， 但是槟榔不对身体不好，只是槟榔有点草，还会牙齿黄。槟榔槟榔你，我要叫槟榔姐姐。槟榔槟榔你，他就在花莲啊。槟榔，槟榔不好吃。小婆婆不要去吃槟榔，拜托不要。槟榔，槟榔不要去吃槟榔。槟榔对身体不好，就不要吃槟榔，槟榔。Oh yeah， 槟榔。Oh yeah。槟榔那么多棵树，为什么不把它掉？为什么槟榔大家会爱吃？因为槟榔会提神。开着卡车的人都会吃槟榔，我会吃槟榔，因为要提神。槟榔，槟榔，不要吃太多。不要吃槟榔，对身体不好。不要槟榔，不要吃。槟榔，不要吃。嘿，槟榔，不要吃。哦，槟榔，不要吃。你妈疯了吗？槟榔不要吃。好，我要关播了。我今天开播时间有点长，然后先念个榜，然后就要关播了。对，我们今天唱歌时间有点多。对 ，OK， 日榜开始，第一名 Andy J 啊，谢谢 Andy J 啊。第二名是流浪人，谢谢流浪人。第三名是嘎逼，谢谢嘎逼。第四名是陈家树，谢谢陈家树。第五名是星期二孩子，谢谢。第六名是罗宝杰，谢谢宝杰。第七名是钟颖，谢谢宝钟颖。第八名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九名卡普猫，哎，你吓到我了。第十名是牙树，谢谢牙树。第十一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十二名是富丸，谢谢富丸。第十三名是 Sally， 啦啦啦 Sally。第十名是乔伊，谢谢乔伊。第十五是七七，小小油。第十六是小三美玲。好，我跟大家说拜拜了，唱的真的很棒，下次再来点歌。没唱到我点的歌，你的歌都是 hip hop 的，我不会唱 hip hop。好了，我真的到我的咖啡冰，请问阿里现在有没有坏掉吗？有一点坏掉，阿里有坏掉。好，那我跟大家说晚安 ，night。今天要关播，要把手机还给家人，家人需要手机。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晚安，然后亲一个跟你们说再见，嗯，我会永远爱你们哦，永永远远，永永远。永远不回头，因为我会爱你。我今天好会改词啊 ！Oh my god！ 好，拜拜。